谢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全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啊，讲的知量位啊，知量。这个知量啊，在古代旅行，知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知量来比喻我们修行啊，也是要预备知量，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啊，这个事前啊，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那么这样啊，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啊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知量位。那么这个第一个知量位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五庭心观。这个五庭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啊，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啊，这个遵守这些规约啊，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啊，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啊，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啊，心呢不能安定啊，有各方面的业障啊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心观啊来调整，让这个
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啊，不但佛法啊，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啊，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圣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也都会引用大乘经典。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这个寄生一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大乘经典了。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为业障生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跟大家学习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或者呢闻到异香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身心呢很轻松安稳智慧呢增长就像了凡四训讲的遇到很繁杂的事情
啊，祸处容闼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叫业障发相。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第一个昏沉。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掉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昏，恶念呢特别多。要停呢，停不下来。那第三个呢？见到恐怖的境界，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第四种是病逝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病得很厉害，很严重。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就是很多人事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来干扰，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我们都要明白，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那么业障发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属于昏沉盖，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就是眼睛常常看庄严的佛像，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路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放在网站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这是一个方式这个叫念佛。那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
就比较不会昏沉。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大部分的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这个是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自己做个调整。那么多恶念呢，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呢，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恶念、妄念非常多。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呢，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妄念纷飞。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要常常观想这个报身佛。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个十六观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这里讲出呢是举出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换一个对象请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弥陀经也都有讲到。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会有很大的帮助。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如果你念到600部呢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可以摆平了。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读诵大乘经典特别是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专一专注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就转移过来了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那么多逆境
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呢、啊，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偈，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啊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蒂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在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呀、啊。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论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
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那么第六个是四大，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我们精神部分。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色这一方面，色法，心经讲这个色，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这是色法，受想行识。叫心法，这个识，我们有八个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兰尼识。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有什么好处呢？易得离我及我所有，你常常这样观啊，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呐、这个身见先放下，知道这个身不是我。我们现在呢迷惑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认为这个身是我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认为这个身是我。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我们身体以外的那是我所有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有一个我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我的家亲眷属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那么佛给我们讲呢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我们现在问题呢就出在执着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见解上的迷惑失惑是思想上的迷惑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生烦恼就造业了，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就这么来的。那么。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以及我所有的，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
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啊，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所以必须要修行，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严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啊，你常常这样想啊，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意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啊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啊，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吗？啊，你就没有烦恼了吗？你就得解脱了吗？啊，如果不明道理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做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啊，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这个听讲经说法，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理，那么死在那个言理之下。所谓死在言理之下，就是不懂得佛用了，不会佛用，他听的是死的。那这个就有障碍了。昨天上午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大概也60出头了。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肝癌转骨癌去年往生的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那么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人不会死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问你问这个问题呢，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只有写个往生，一般如果要问问题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要问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婆罗门女问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尼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啊他母亲的下落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啊去帮他找啊，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啊，所以这个往生啊，这个事情啊，六道啊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了啊，那问我这些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啊。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啊，才能满你的愿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啊，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啊！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啊，我说修念佛法门呐，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那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虚妄吗？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
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二十四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训练型具足的，那一句佛号就够了，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我就给他讲，弘一大师劝我们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去不了就还在六道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你可不能不要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训练型都记住了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七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你这个不能说不要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也要看时机的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也不是死板的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吗？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吗？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帮助你排解掉。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那个
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说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啊，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地境，啊，因为苦地境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啊，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啊。那么观身不净啊，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啊。那么你观受是苦呢啊，那观身也是苦啊，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那么你观心无我啊，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啊，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啊。啊，
下面一段我们给他念完啊，前知五庭新冠，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良实，故名资良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新冠呐、啊，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啊，就是贪嗔痴啊、善乱啊、这个多障啊，这五种烦恼啊，这个是五庭新冠呐、啊，它的作用。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啊，是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啊。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华严观》啊，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啊，你才会佛学佛用，啊，不然呢，那止就是止啊，观就是观，啊，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啊，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啊，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啊，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啊，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啊，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啊，这样啊，我们修行啊才会有所成就啊。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啊，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啊，得不到效果啊，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啊，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啊，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啊，也是简单跟大家啊提出一个报告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啊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啊，它的道理啊，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